我知道我们以前是朋友，告诉我我是谁。我见过几个潘成峰。 Ready? Ready。 你想知道哪一个？你集团的之后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做警察。他牵涉中死了18个人的爆炸案，现在是痛执犯身上有枪。其实你是 CTRU 的卧底，我是你的 handler。 你仲可不可以继续你的任务？救人不是用自己的命去搏的。但我们做拆弹的边次不是找命搏的。你为了破案，你真的什么都做得出。警务处没有他的 record 的。对不住，这个是警队机密。手拉你分。你为我杀了18个人。你讲不讲这句话？讲这句话。我会继续你给我的任务。